鳄鱼应该要把先挤进去，都往中靠吗？吃药了，鳄鱼吃药了，没机会了。要逃？应该过去给个眼吧，然后转着打，跟小虎说我在中路，你可以换。哎呦，玩的好凶啊！其实还是要看河蟹。哎，碰面，先过来，哎、埋伏打一套，这不一起手。中路微微过来，怎么着 Q 闪一，直接鳄鱼来了，这样的话微微要死了呀，这么上头吗？微微人头给谁？给萧护，再过来帮忙闲一下鳄鱼。他是觉得鳄鱼在包他，但是鳄鱼没包。哎，老大没有闪的，凭什么敢走这里啊？哎，你又凭什么走这里啊？两边打野脾气这么大吗？哎，没躲掉。垫底两圈来了，要闪闪现一，没反应过来吗 ？Scott 的这波，鳄鱼一个平 A， 这一波 他是屏幕没看波比那个位置吗？他应该是没看，可是没看的。哦，都来了，这也要赶过来吗？刚才来的很慢啊，而且国阳弟这波老爷小大，要死了呀！先开，没闪的，叫什么？又一个人头小火龙，疯了吗？这也要来吗？就比收集者多一点点，好像还是一样。哎，小火龙能不能出个机制啊？比如说他出了收集者之后加斩杀。哎，吸住！哎，我这谁啊？又来人头，小火龙，我又一个吗？又是老战？什么情况？老战昨天累了？不是，我不欠你了。好兄弟，一杆三，三杆他都 scout 的。对，他个双 buff。我说你是这么装吗？这么肿？兄弟，装成这样啊！有图要接，但是消毒没大。我闪现壁咚，但没人跟。哎，能杀杀了，等会儿逮住了。OK， 老战又死了。上来先掰掰小火龙，怎么说？掰完自己都快死了，掰完。着了，有闪，赶紧交闪跑。关大交闪没问题，但怎么看起来感觉微博有点怪怪的，是不是受昨天影响了？反正是被断了。嗯，又来一根，来来一根，小虎，谁？我要准。那没了呀，没了呀。小虎丢个头就击了，对吧？火能 K 掉。哇、哦，Scout 也很专业啊。哇，一直不打，他留着慢慢叠 Q 给他抢。狗头的 Q 好像也不能，那小蝌蚪。哇，嗯，那狗头 Q 那个僵尸守卫算吗？哎，对，算吗？哎呦。又过来打 Scout 没闪的，知道这个信息。哇，没毛病，四百大饼直接吃下。卡牌是那个小虎，卡牌可以，对，卡牌是加钱啊。对对对，但好像加的不多，一开始是随机吗？一块钱加一二三四五六。哎，扭吧，无所谓，扭吧，你就扭吧，你就。我想锤人。哎，有一根杀戮那个，你有点压力太大了。这个、小龙怎么说？波比大刀能锤我，能打？要锤谁？而且破格的很不错，这波李宁只能撤了，好像。哎呦，EJ在一脸。不、他们的破格能力很强。TP 想逃，TP 走，你来我走，闪现咬完，走啊！把塔 A 了吧，小虎，被连住。闪现跟 AQ。为什么把那个二塔吃了呀？拿不吃了死呀！得了，怎么着？小波下面直接要进攻，小虎是没踢的，但是鳄鱼也没踢。怎么说？关安迪没什么状况，都死了已经。哎呦，但他回家有踢的。小火龙有闪，怎么说？先过来。有闪，哎，被晕住了，壁咚出来了。哎，壁咚出来，人头给一泽吧。哎，杰拉的面具烫死了。烫死。他们往前的话就有机会。啊，还是有点急了嘛，这种时候亏就塔，哇，上来吃钱的果然是，晕住塔嘛，赶紧走啊，要掰掰，怎么说？飞机来喽，往后续，给大招啊，微微要直接被秒，我能杀两个哎，再来一只，但是我来复仇了，烫死了，烫死了，哎，小火龙踢杀小火龙来了，我去跟，我又中了，兄弟，哇，我有点准的嘎啦。哎，是不是打大龙真的吗？能打吗？能真的吗？快跑吧！别打大龙，不中了二塔没了呀！不亏亏亏惨的不？兄弟，羊之亏，兄弟，叠满了小火龙要。哎呦，好强势啊！来一根，来一根，没跟着。哎呦妈，来点出两个，有个 TP。
完了呀，前排顶不住了，这前排斩杀先到了，火龙斩杀来了，喷吧你就，会闪闪现开大吗？一 J 兄弟，直接一波流放我，追，一马上好，小火龙一马上好，双一优势，再让个人头吗？紫卡，哎，他波波被鳄鱼双一，讲究，这是种花是吧？他中超中那个草逼被双一，他这个，这把没了呀，走远了微博。卡密尔就是都会玩嘛，基本上有踢拼命了，来了，鳄鱼没踢了五打四，助力你去拖掉小火龙，来了，就这波了 ，W 顶被打闪躲 ，OK， 要被秒，准备斩杀两个，哎，五杀了，你说可以吗？五杀了呀，哎哎，真可以，哎呦，停手，呀，停手，烫死了，没办法，烫死了，还有小火龙太远了，对，小火龙太远了。这把好爽啊，小火龙从开局爽到结束啊，他是开局踢出来去加双 buff， 只要有人给他送，然后还是持续不断的在送，这连送十分钟送给送三个十分钟，对，三个全是老三送的。现在 WB 需要干嘛？他们需要找一个那种黑客，赶紧破解一下他的手机，是吗？调查一下。你直接说查手机不就行了吗？还会黑客吗？不是，他们有密码啊，手机他不知道密码呀，那肯定需要黑客啊。你直接去查，他不给你，他不就有那个了吗？已经，他肯定要问你，就心虚了吗？不，你正常情况，你不可能选手打比赛下台的时候，你跟他来一句，手机打开我看看，不可能这样的呀。